锅烧意面放进高汤一整颗鸡蛋也下锅，用料实在的锅烧意面价格让人跌破眼镜，一碗只要40元。网友分享买了两碗锅烧意面和一盒凉面，总共几百块。网友回应狂刷这价格太浮吧，40元的锅烧意面有虾子是自己跑进去的吗？居然还有这种价格，老板做慈善吗？不能亡。便宜啊，老板可能都没有赚钱啊。哎。 别的地方要卖80块啊，40元的锅烧意面用料不马虎，有两只虾、一颗蛋、蟹肉棒、丸子、肉片、豆腐，一碗40元，超澎湃，便宜到让人掉下巴的还有这一盒小黄瓜丝爆满的和风凉面一盒20元，猪肉汉堡25块，卡拉鸡腿堡40块。网友就问老板到底赚虾回？ 16年了吧，没涨过，没涨过，没办法，这边都劳工啊，对，劳工就是我心头最软的那一块。锅烧意面40元16年来没涨过价，老板说因为客人大多是劳工朋友，薄利多销，让大家可以假猴霸，CP 值高，价格太佛系，也难怪客人狂赞，物价狂飙的时代，在这里可以吃得饱，又能省荷包。GSNG 小组高雄报道。